其实玩过很多次我是谁这个游戏了，今天我们玩的是升级版的我是谁。嗯，我们要通过表演呢来猜测出自己的角色，要在别人的表演当中看看别人到底是什么，找出你的队友，还要找出来卧底。对，那让我们开始第一轮的游戏吧。好，现在呢我们已经抽到手中的这个底牌了。对，你们都是什么？我告诉你。那能告诉你？我告诉你。那我们开始表演吧。我现在模仿吗？对。哎呀哎呀，我在哪上大学？异曲同工之妙啊！对。哦。哎呀，这个跟我们完全不一样。等会儿等会儿。啊？还在这个？嘎！我是那个东西。我感觉我们这个好像变形了呀。然后我开始喝这个东西。这也太明显了。我也是这个东西。我知道了。我也是个话题。可能品牌名，也可能一个带气一个不带气，天天看你表演。我就是。对不起，话多的，我的就是这咕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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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你了，你干嘛呢？演完了吗？演完了，他有点附和的意思。不是，你们不是要选出卧底是谁？好，你们选吧。而是你们要找到自己的队友，你跟谁是一组的？我跟娟娟是一组的。我卧底，我们四个，我们是一组。那完了，我被孤立了。你不不不不，缓缓，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，能不能再表演一次？再来一遍，再表演的细节一遍，好，来，我先来，你先来，你先来，我是绿色的。如果你们实在没有的话，就算了。我是这个颜色的。我知道你是啥了。我来，大家好像都是一样的颜色。我的外皮是这个颜色的。那我知道你的是啥了。然后我挺瘦的。然后我这是啥意思呢？我跟豆子是一伙的。你们现在一伙，我跟豆子是一伙，咱俩是一伙的。你是什么颜色的？我呀，我是这个颜色，没有色儿。啊？谁俩？再玩一会儿，再玩一会儿。等一下，我还没有表演呢。你是什么颜色？颜色。我不是我，你还没有表演呢。我们告诉你们，到此为止。你们现在开始配对吧。配对啊！快点配吧。现在一对配对成功，剩下你们三个要。你们再表演，咱俩一伙吧。好，对吧？那你们现在来揭晓一下答案吧。好，我是可乐，可口可乐。你是什么？恭喜豆子、真真配对成功。我是可乐，我是可乐。我是七喜。你啥呀？你啥？七喜和雪碧。对呀。你是啥呀？果果。我是美年糖。果果。得分的是芝芝班长跟豆子姐姐。我就说了我不是。那我们看一下下一轮吧。好。我跟真真赢了，各得一分。对，然后淘淘呢，因为刚才是卧底，所以淘淘也要扎一分。所以
遍惩罚，要相信我，对惩罚非常非常严酷。这一轮我先来，你先来。我有点不知所措。妈呀！吓我一跳！怎么的？就天天来，好好，你怎么了？爸，哎，不对，啊？爸，好了，跟我不是一路的，撤，下一个。好嘞，下一个。网球和乒乓球都是圆形的。我已经猜出你俩是啥了，我也猜出桃子是啥，我也知道他是啥。我们就是没有少了常识，没有常识我们就能赢。但是我们没有，所以孩子们一定要好好学习，不要跟桃儿姐天天姐学习。真可怕！但是我已经两分了，我也两分了，哎呀，我有一分也够了。好，现在我零分。我们看下一轮。好。我先来，我表演，你们仔细看我的表演啊！哎呦！我知道了，到我了，到底这个有些暴露自己。哈哈是什么？我跟真真现在不用
又接受惩罚。哟哟哟，我们俩这两个就是这个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妈这不是要过我姐的命吗？我站后面吧。唐姐站中间，唐姐评论的最行。为什么动作不行？你们要学他们跳舞。哇哦，星星芭蕾。哇哦，桃花应该会学的最像。桃花姐呀，那现在呢？你们去学一下这舞蹈吧。我得了两分吧，两分已经。我也是两分呢。我是三分。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们俩三分。那你们呢？去学一下舞蹈吧，一会儿展示给我们看吧。一会儿给我们展示一下，我们是观众，会带瓜子和可乐的。下面是我们星星家族的出道时间，惩罚开始吧。那说一下今天的结束语吧。你们今天玩的开心吗？一点也不开心，尤其是我们俩。我们俩为什么两分？两分啊！我想说，我还比较欣慰，有两个人陪我一起跳舞。好，小朋友们，今天就玩到这里了，一定谢谢你们看。